提起非洲，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说穷。确实那儿很多人，至今有很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未解决。中国出于人道主义，对非洲很多落后的国家都进行了大量的援助。这些援助不仅仅是在经济和财政方面，更是从非洲人民的切实生活需求出发。我们每年都会向非洲捐赠大量的旧衣服，去帮助非洲买不起衣服的贫困人家。但是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我们捐给非洲的旧衣服是什么下场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。首先，进入非洲的衣服会被分类，比较新的一些衣物会被送去防毒消菌，剩下的则会被重新拆解，然后进行二次加工制作。制作完成之后，这些衣服又会以一种较低的价格流入二手市场，反而并不会直接送到穷人手里。穷人想要得到这些衣服，仍然需要花钱购买。我们捐赠旧衣服本意就是想要免费送给穷人，但现实却是穷人仍然穿不起衣服。看到这里，相信大家都清楚了我们捐赠的那些衣服是什么情况了。不知道大家以后是否还会捐赠物品呢？如果捐赠，你觉得咋样才能保证捐赠的物品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